李门主全身经脉寸断，碧茶之毒也早已蔓延全身。若非你自有绝世无二的内功心法扬州幔，护住心脉一丝生气，老衲也是回天无术啊。 范术也只是蓄金接脉之法，金针也只能将入脑的碧茶之毒引出，无法真的解毒。老衲挽回不了李门主这一身绝世功夫，只能勉强为你留下一城内力。这数道金针也是让你受尽了折磨呀，让你容貌和身形日渐变化，故人相见也难识。 李相夷不是李相夷，这可是命数。李门主伤在三经，还需尽快回四姑门捉门下和江湖好友，寻求救治之法，否则恐年寿难永。和尚，我还有多久可以活？勉强支撑十年。 十年，你帮我从阎王爷那里讨回来十年的命数。不亏，不过还请和尚，违心帮我打个诳语。